量会变得很大，但是当然啊、有一些会面对一些阻碍，例如是啊、可能地点上的比较远才得买东西，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完全没有影响到他们过来这边给予我们资源的那个支持的那个热情，完全没有影响。好，觉得人数几乎爆满，有很多人都没有回答。然后啊，我觉得三位主讲人都很有带出各种不同角度啊，人权、从不同的方向看。我就相信那个人来到很多人的感受了。是因为前面我们收到大概百多件，因为相当多的民众啊，他们之前已经见面了。我们签名运动在大概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了，然后好像刚才我们报告的整体的签名呢有4万多个，是所以是说非常非常好的消息了。那4万多个签名，你们最后是要怎么样处理？最后呢，我们应该会交给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议士哦，把这个签名还有我们人民的心声，还有我们的备忘录交到去就是相关的部门去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事情获得圆满的解决。先等一下这个东西是在哪里，然后你们不仅要提供对不对？是我们是从大概就是后面那边大概1公里步行过来这边，然后刚好就是和这一群反对系统当地居民就是有了一个就是沟通，是我们一起来互相去支持各自的这个反对的这个环境公害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们就从另外一边步行起，我们就从这边步行起，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汇合，刚刚是一个相当我觉得那个振奋的时刻啦，就是大家汇合去讨论这个问题。对，刚才那一群是属于八楼的居民为主，是政党人士、非政府组织、居民都有，是，所以我想，大臣讲的那个这个问题，只是华人城市华人在反对并不正确，因为居住在这边的人其实最近的只有大概2-3公里，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啊。当然就是我觉得不论身在各地，当然也不止关丹，我希望其实全国人民都可以站起来哦，对这个环境有更深刻的认识，希望这个事情被解决之后，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像你刚才估计这样子的这个人数有多少？大概应该有400人吧，现在情况是相当好。然后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办啊，其实我们之前在这边的回教堂每个星期五礼拜过后都有在办，然后人数是一个星期一个地点，证明那个喜悦越来越多，然后人民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啊。这个也是为什么政府会决定成立那个专家委员会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觉得人民的意愿就是希望这个地方重要。刚刚我知道的就是，这并不是你们本来预先想要进行这个活动的地点。原本我们是想在那个招牌下面的，可是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有隔了万重山的感觉，因为重重的阻碍哦，就是警方派出了很多的人来当然他们是说是维持秩序，但是也阻止我们步行到那个原定的地点去但是我觉得也无所谓啊，最后大家都汇合了。后来你们那个招牌下面，你是说那莱恩厂的招牌不是，原本是在 Gebeng 的招牌，就在面大概200公里的地方。后来你们就改去哪里？后来我们就改到就在靠近这个 Gebeng 路口。你们不是后来本来要去莱恩那边？没有，那边其实是打算带你们去看一看那个地方。带媒体看一看。但是也没有，因为进到去了之前是进得到的，现在保安越来越森严然后之前也面对相当多非法人员刁难的事情，所以也没有打算再打算在外面看。所以你们改的这个地方，其实距离那个路牌大概多远？本来你们原定的地方，200公里吧，来200公尺吧的地方。现在连警察后来有是没有这样子？我觉得其实也要感谢警方整体来说，是我觉得我们原定的计划，今天计划在那个招牌下面，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标志性的地点哦，像给威给兵的人民，希望这边的工人、这边的人民，还有住在附近的所有人员都不会受到这个威胁。这个是警察驱散你们？警察给我们一个时间，就让我们自行疏散。是，所以刚才几位负责人有跟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商议，就是讲了大概应该有大概20到30分钟去自行疏散，民众非常的合作。OK， 非常开心，好，谢谢你，对，OK。